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想吃小酥肉不用再出去买，今天教你在家做，外酥里嫩，比买的还好吃。做小酥肉首选这种10块1斤的梅花肉，它有肥有瘦，吃起来才不会塞牙。切成长条，放盐、胡椒粉、一勺花椒粉、料酒去腥，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。一把小葱用开水烫一下，再剁成葱末，放入梅花肉中抓匀备用。空碗里放两个蛋黄，酥脆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小酥肉粉，平时用它炸藕和炸丸子都非常的酥脆好吃。加适量清水搅成酸奶状，加一勺食用油会更加蓬松酥脆。肉条裹上面糊，捂成油温下锅炸，中小火慢炸到金黄酥脆即可。这样炸的小酥肉又酥又脆，全家都特别爱吃。